张雨绮，张雨绮，他们吐槽你的话我们不信，张雨绮好美丽，我们帮你不到是人间的真谛。这个节目果然没有规则，这个节目就是欺负老实人，不讲武德。大家看这位是不是觉得很普通，根本不知道这大姐是谁，但是她就是能站 C 位，羡慕吗陈卓璇？大家再看这一位，他在干嘛？没有错，这就是今天的张延琪，好像在说话，但是又什么都没说。马上有请是我们的 rapper 胡兰，张延琪来了，吐槽大会什么都不让提，我们犯傻。因为他的粉丝都在看迪士尼，陈卓璇的目标要站得更高，为什么跳舞还像跳跳广播体操，但是好在你跳的比张延琪好，至少你不会像他一样同手同脚。大家都说江云生是个小偷，我们靠的努力，他靠的福星高照，天天晚上喷人，我的鸡飞狗跳，喷这喷那不如喷点儿云南白药。蛋壳职业生涯到此结束。蛋壳躲得他们远远的，你看见了吗？蛋壳这不参与。快板说唱，我给你开个小灯，给你介绍一个说唱界的老板，不得不说他的技巧有些巧妙，看我做一下，给你我的掉掉。攻击就都帮你挡下，因为永远对从来都不会怕，他们说的东西就好像是空气，因为他们咖位没有你大，听你们吐槽是真有点水，我连打哈欠都会觉得累，不管你们能有多少张嘴，反正加起来都没有张雨绮美。 What's up everybody， 挥起你们的手，张雨绮了不起，完了呀，感觉他们那个很猛啊，他们会翻倍，太猛了，翻倍是你，虽然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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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跑不跑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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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你我跟谁急？喂喂喂喂喂喂喂 ！When I say 永远 ，You say 对，永远对，永远对 ，When I say 永远 ，You say 对，永远永远对。好，好了，好了。感觉此次吐槽大会可以收官了。好好好好，来，走走走走，回去。啊，维持秩序。等一下，请记得我们的规则。接下来你们要考虑这个补刀选手们的整体表现，为他们投票。太赖了，不要投，不要投，不要投。太赖了，不要投，不要投。3、2、1，请锁票。各位，锁完票了，请忽然来到我的身边。来，很慢点，就小赵，我确认等一下 ，solo 一段。请说一下，你是怎么想的？我为了与琪姐豁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啊！你知道你唱到一半的时候，大张伟都滑跪了吗？我看到了。开门说唱，我给你开个小灯，给你介绍一个说唱界的老板。
但我还要唱下去，这就是信念，说唱的信念啊。好，谢谢护栏。那请蛋壳来到我的身边。来，蛋壳。请客观的点评一下护栏刚刚的说唱水准。不是，我特别想帮他整两句，但是我怕我一开口，我说唱生涯断送了。大老师来到我们的身边，请大老师来到身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啊！大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忽然把你的创作搞成这个德行，你心里面的感受是？这是我创作的。这种馊主意，一般我也不用问，其实就是你干的吧？一个闻见味儿了，对不对？哈、啊。但是各位听上去，张雨绮《好美丽》这首歌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这就够了。我们就是给雨绮姐来打气补刀的啊、好，人家都是一个人上来补刀，你为什么要拉六个？你听见你的话了吗？他们叫人家，我是我。我们请阎国强老师。阎国强老师，阎国强老师，叫老师，叫老师。阎国强老师上来之后，定场诗，对，一放。作为德云社的选送选手，选送德云社选送的选手，说了定场诗之后，不是你等会儿，这定场诗都无所谓啊。你们节目组说，我说找一个醒目，你们从哪儿距离窗框？你知道吗？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啥？这是个。啊，这个哎，这逗趣就是用的。回家回家啊，隔行如隔山嘛。哦，对对对，我们杨耀祥呢，杨老板还是有贡献的，请马思纯老师到我身边来。哎、你刚刚是、哎、你是表演了个啥？思纯老师来这样，谈一下自己刚才那段哑剧表演的体会。我主要是呼兰的粉丝啊。嗯。那。你听完了护栏刚刚精彩的表演之后，我根本没有听到，因为我一直在帮他唱，因为他唱的太难听了。你们刚刚，你们刚刚六个人有七八个拍，互相在踩踏，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关键你知道呼兰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呼兰坚持认为自己的那个节奏是对的。了不起，来，请刚刚被大张伟讽刺了的蒙奇这老师到身边来。你们可能不认识他，请自我介绍一下。谢谢，我是凡尔赛女王蒙奇。啊，欢迎欢迎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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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我们先展示一下本场六位的票吧，是这个逻辑吗？对。如果他们六个人综合表现，你们投出来的票超过了186票，必须是超过。那么雨绮姐的得票翻倍，翻倍。嗯，如果没有超过186票，那么等于白来，白来啊。嗯，非常精彩，我感觉要掏了。对啊，这个气氛多好啊。我们不会又差了一个人的分数吧？可能压我一票，不有可能。不行不行，不能不能，发功发功。来，各位，我们现在呢，先要看一下火上浇油队和防不胜防队两队六位表演嘉宾目前他们的吐槽热力值。来，好，我们看得到现在最高的是王冕，王冕186。所以这六位啊，钻了规则漏洞的朋友，我们以后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只能有一个补刀选手。让我们来看一下六位补刀选手的得票情况。我觉得六人补刀这个事情简直是太赖了，这不是规则不合理，这就是规则之外的东西，他们就是耍赖，他们不是在规则里面，过分。那赛制又没说不可以一块儿去，对吧？那谁让我们那么聪明嘞？有音乐，有节奏，有歌词，然后呼兰的天赋异禀的 rap 功力，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特别神奇的地方。191，191，这也太过分了呀！计划比变化快10000倍，就是永远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李诞算。不公平！胡闹！傻闹！想扔东西，想退赛，不录了。
其实没事，因为我们没有规则嘛，最终还是节目要好看嘛。那他就是他那六个人就是很精彩，那别的人也可以六个人，但是大家没有做这件事嘛。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喜永远队补刀成功！哇！海阔口 IP 火锅底料热力揭晓时刻，恭喜永远队打败了前面的六位队员，为他们的队伍争取到了主咖热力值翻倍。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张雨绮原本获得的热力值是多少。哦，很高，也很高。张雨绮原本的热力值是160，这就意味着她现在翻倍之后，她的热力值变成了320。掌声！恭喜恭喜！完了，回去吧，回家吧，回家了，回家了，回家回家，各回各家，他们今天肯定低了。哎，我的天哪！你一会儿问问他们卖分不？就是这个拆开了那个什么一下，我们也凑点钱，对不对？我虽然没啥钱，我们队里好几个大明星啊，凑钱买点分。所以呢，现在压力就全在另外两个队上面。哇哦，太赖了。